仔细地将壁纸粘贴在墙壁上，不管是低调的米色还是鲜艳的绿色，许多家庭都会选择壁纸来点缀家中。国内有家壁纸公司制作的壁纸奢华无比，独一无二的孔雀毛壁纸，连杜拜帆船酒店都跨海指定要用，甚至在好莱坞影片里也能看到这豪华壁纸踪迹。但不止在国外可以看到奢华壁纸，在台湾豪宅里也有。因为它取代了现在有的大理石或是石材、瓷砖方面的东西，那也取代了油漆，所以它看起来就会相当的奢华。除了奢华风格，市面上壁纸比较常见的像是塑胶壁纸、防水耐刮膜，另外还有纤维壁布，适用于任何墙面，防潮透气，使用的是环保材质，也有防火功能。另外还有天然壁纸，用的是竹子和叶子等植物所制成，花色多，立体感强。那我们一般在挑的话，我们可能会以宿舍带一点纹路的这种壁纸比较多人去做挑选。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用壁纸装饰家中，除了装饰还可以弥补居家缺陷，而且种类越来越多，不同于传统塑胶壁纸会有异味，现在大多使用环保材质制成，让你在点缀家中时不必忍受臭味。记者龚玉德、戴君宜台中报道。